塞斯的大女儿 Ellie 有着一张高级脸，备受不少品牌青睐。日前她与精品美妆合作，拍摄了商品广告，并透过社群晒出了幕后花絮照。年仅17岁，她已经展露出成熟小女人的气质了。为了展现品牌的优雅经典， Ellie 这次身穿黑色裙装拍摄，腰间镂空设计配上水钻点缀，尽显性感与奢华，完全继承了妈妈小 S 的时尚 sense。 而 Ellie 面对镜头时毫不怯场，巨星风范十足，收获大批网友的赞赏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少女时代的她早在2022年就已经穿过同款裙装，拥有纤瘦身材，她穿上该套造型凸显了 A4 蚂蚁腰，完美比例的身材十分吸睛。她透过社群曝光该造型后，更是轻轻松松就获赞百万。此次 Ellie 虽然和泰妍撞衫了，但两人的气势不相上下，实在是分不出输赢啊。